第一步，打开蓝牙。第二步，打开智登 Flow APP。第三步，点加号，输入一个名字，摄影灯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点击这个摄影灯这里，开机五秒内点按对码键，灯闪光就说明连接成功了，可以调色调光了。关灯，关摄影灯，开灯。